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另一道菜是香草什锦菌菇，就很多种那个菌菇类做在一起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食材。它这里哦，这个是这个袖珍菇，哈、哦，它这个是杏鲍菇，然后香菇，然后红喜菇，然后配上一点点绿色青菜，这个是哦这个罗曼，好、哦，它这个叫做 parsley 迷迭香，九层塔，这些哈、哦，所以说香草有香草的味道，这些加起来你要什么菇都可以，只是我们举例几种而已。好，看看我们今天的那个佐料是什么。来，这个白胡椒盐，胡椒加盐的白胡椒盐，然后这个是一般的橄榄油，黑胡椒粒，好，这个是美极酱油，这些就够了。好，这些加起来是非常棒的什锦菌菇，谢谢。欢迎我们的喜师兄来到现场，谢谢，阿弥陀佛。请你跟我们示范这一道你的拿手菜，香草什锦菌菇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这个这个菇哈，菇类我们要把它切哈，把它切，好像那个这个杏鲍菇，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条状，条状，对，啊，切成条状。不管切成几条啦，你爱大条小条随便你啦。嗯，没错。哦，这样子啊，条状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，我们这个，这个因为很小，我们就对开这样就好了。对开就好了哈，好，对开就好了。这种哈，台湾的菇类现在也非常丰富了，多哈。嗯，对。啊，其实啊，菌类对人体的营养哈，都很棒，非常棒。嗯，好，好，还有这个红喜菇哈，会不会太多了？这个炒起来它会哦，会缩了，会收起的，对了，对。好，这个都洗过了，没关系。我们把它剥一下，来，谢谢。这个香菇我们就切条状，有一点点厚度哈，不要太薄。先剥的，看无物件哈，丢一下哈，对，看无起来嘞。这个香菇看起来，买这香菇很漂亮哈。好的，像一个帽子一样，这个香菇是最棒的哈。好，刚刚的那个迷迭香也切。这个迷迭香我们有，我刚刚有切一些的哈，把它切，就是迷迭香我们不切，有巴西里哈，我们把它切碎，还有一个是九层塔，我们把它切碎哈。这个迷迭香我们就把它整梳，有没有？规整安尼哈，那。改一般这些叶感的好啊，一支一支的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对，那看在煎在炒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这些香料。好，这样子哈。对，这样子。棒哦。OK， 就这样就够了。哎，也不用太强，太强嘞。这块的米嘛，不哩重。对，就足重的，所以讲免伤重哈。好，来，咱会使来煎啊哈。干煎。其实干煎杏鲍菇就很好吃。对。杏鲍菇要煎一煎，撒上胡椒盐或是芥末盐，哦，那就一个最好加的名菜啊！真好，真好的菜。以前我在做过那个素食餐厅的时候，我自己就干煎杏鲍菇，对，相当好吃的哈，不干单哈。好，这个我们杏鲍菇哈，我们要煎之前呢，我们再撒一点胡椒盐哈。让它有一点哈，也可以看嫩甜，那么些对，塞五味哈，对，胡椒盐哈，下来，在这里来，好，撒一点胡椒盐，哦，啊，这卤蛋都已经是哈，对，融化掉了嘛，这刚开始让它温度稍微热一点不要紧哈，因为我们最主要把它煎外表上色，让它金黄色这样子。成功完了，希望金色。对，其实菇类很容易熟呢。对，它很容易熟，很容易熟。就是啊，你要刚开始一定要火要大一点点，因为它会出很多水分，所以说你先火稍微大一点哈，它就不会水分就不会流失出来，就会包在里面哈。嗯，来锁住在里面。对，锁住哈。我看你的那做个哦，没有这个，对，
因为这就是吼，咱较大杏鲍菇较伊较大条嘛，啊，较大条，咱个切起来，那么这条安尼吼，啊，等一下摆盘会比较漂亮。啊、有人说用湿的。对，用湿的是可以的。对啊，对。用湿的吼，咱若要泡什么佐料，其实用湿的吼，较入味。入味，嘿，入味。有你若倒安尼个切落去，啊，多闻悠悠吼，啊，听说比较不入味。对，没错。啊，杏鲍菇，你用安尼湿的吼，很入味。对。我想 AI 嘛，就有你哦，哈、嗯，差不多吧，嗯，差不多啊，哈，安尼就算哈。好，那我水果直接放了哈。好，好，这样子 ，OK 啦，再来，我们要炒所有的菇了哈。嗯，然后我下一些油哈，我也炒袂掉。对。你看，伊油拢下个这么轻，嗯，好，轻轻的哈，少油的。好，哦，啊，佮即来，即就是拢转落来比较紧，哈，拢落饼落去就对了。啊，因为这锅蛋呢，另外会很多水分出来，啊，对，啊，好久有，那个蛮好。嘿，蛋呢，加下去，可以稍炒一下呢。我下盐落去即个，哈，对对对，它比较会软化，而且比较会出水。嗯，它等一下就很快就出水。啊，这好料也会使下个袂？哎，下些嘛，嗯，啊，互你加解做，哈，咱大家看好哦，哈，咱卖讲规定时，哈，哎，那个看是你的味道，哈，你可以味道，可能爱加咸，对，你得甜较济，啊，那无就慢慢的哈，增加的，来，你看这个黑胡椒碎一点点下去，好，这样子，哈，稀释，这个就放哎，一点点下去。哦、好，我们的美极，哈，美极，哈，美极鲜味露。这样美极最好用的，那炒饭我吃。哇，偌好嘞！哦，去吃红炒饭就最好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人的家庭主妇，拢较少用的是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些香料，好，一起下去。好，嗯，九层塔啦，好，巴西里啦，迷迭香啊，哈，这样子下去。啊，一起拌炒一下。好，安就好啊。哎，好，安就真好哦。放个最好料哦。哦，那款有香料，绿色的叶。哦，那这个我们最后再下去拌一下，炒一下就好。准备摆盘。好 ，OK。好，摆盘。我到边上想 copy。香味，我第一个哈，挺庞大。香味闻到了哈。好，这个我们。好，可以稍微这样摆一下。哦，这样色香味让我们进前，还要有哈、哦，真正是有学习国际级的这人哈，西餐的白色。你看，哎，这个菇哈、啊，它有连着那样那个香料哈、啊。嗯，连着在上面。在上面多好。好、嗯，这个是不简单的。好。其实要怎么摆哈，无一定你搁靠创意，等你家己去想。哎，对对。哈，每一个人，你叫你摆十摆，你买三十摆无同款。所以讲，无唔对。排盘哈很重要。随时都可以创意的。对对对，举一反三啦，去做一个人看，啊，出来家己想啦。嗯 ，OK 的哈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再用个生菜给它摆一下哈。这一般的啊，什锦菌菇，菌菇，吧、哦，来哦。这是罗曼生菜哈，罗曼生菜，这也是亲戚的啦，对不对？这亲戚拢有生。好，哇、哦，这实在是，开始有吧？哦，这哈，无绝对袂晓。这样子哈。哦摆起来就哇，嗯，就有一个整体美。对，对对对。好，这一盘好什锦菌菇，好已经完成，请大家注意看，一起来学习。赞。香草什锦菌菇，食材：袖珍菇、杏鲍菇。香菇、红喜菇、罗曼、巴西里、迷迭香、九层塔。调味料：白胡椒盐、橄榄油、黑胡椒粒、美极酱油。做法：一、先将杏鲍菇等所有菇类切成条状，也可用丝的。
二，取迷迭香之叶子、巴西里及九层塔等香料切碎备用。三，将杏鲍菇撒上少许胡椒盐，放入热锅中煎至金黄色备用。四，将其余菇类放入锅中炒，放入胡椒盐、黑胡椒粒、美极酱油及香料拌炒，再放入煎过之杏鲍菇炒均匀。五，将锅中之食材摆盘，放入罗曼生菜饰即完成。